想去翻工，跟住馬上跟我一齊工作。有情有義啊！話你翻嚟無線宣傳，係咯、okay。要嘅，要嘅，同埋第一。我真的很喜歡這《無間道》這部劇、拍得很好，劇本很棒、當然要有很好的對手啦，不要這麼說，還有Tommy 花了是用了很多心血在這個劇本上面的、我希望在無線播、廣東版的時候個收視 會爆啦、我真的很希望、今次回來宣傳呢是不是有機票和住宿的、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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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是自己出的，好好的，有的 TVB 出的TVB 和環亞出的、有了有了、上次那個即有一點有一點不開心的事件呢、余永山說會親自打電話給你跟你說回你這件事的，你有沒有收到他的電話？他有找過經理人、有找過環宇的，有的、有說過的，那就有說過有講過唔好意思，咁誤會咁咯嚇，誤會係咯。你要消一啖氣啦，消啖氣未啊？我又冇乜氣嘅，其實就冇乜氣嘅。唔係因為即係記者問我50周年會唔會翻嚟，咁我咪照實講咯，係嘛？即係 TVB 點樣同我當時點樣同我聯絡，點樣後屘點樣咪咁啊？余永山有冇同經理人講話歡迎你翻嚟 TVB 啊？即是後來嗎？有人一句叫你不用回來，後來他有跟經人說就、希望我再回來的、但是因為那個期 我原本預了一個期，但是因為後來就即已經給了劇組了，所以不回來，都是辦那個頒獎禮都回不了